其实并没有一种手术叫做微创手术，微创是一种这种外科手术的理念，在于就是说尽量减少手术的创伤，帮助病人早期的快速的康复。对于腰椎盘突出的手术治疗这一块呢，比如常见的一些，在患者心中嘛，就是避免开刀的一些手术，常见的方式有，一些比如说经皮穿刺，做一些，臭氧或者射频消融这些啊，然后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椎间孔径啊，椎间孔径，再就是呢小切口的单纯的髓核摘除，这些手术的话，都旨在摘除压迫神经的部分椎间盘，减轻患者的症状，